马伊尼苏哟内努呼呼兹玛萨达鲁阿达鲁阿那苏巴伊洪那达祖尤巴波巴伊多真的不容易把它唱完了。那么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跟汉龙比较熟，现场的观众朋友可能不晓得为什么在这个舞台对汉龙这么的重要，因为除了白毅跟他的这个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失，就是随着白毅的过去这样感情的一个失落，他其实对父亲跟母亲爸爸妈妈是很渴望的。他小学一年级才知道自己的妈妈长什么样子，然后大概从小到大每一两年才会看到爸爸一次，那么爸爸每次看到他都是没有说什么话，对不对？酒醉的状态。爸爸跟你最常讲的话是什么？几乎没有，他是叫我买酒。哦 ，Hello， 买酒 ，OK， 好 ，Hello， 买酒。然后呢，一直到上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后，他也就是说，他从白毅走到他这个来我们节目，这中端大概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里。爸爸大概知道，对不对？哦，一年大概会见一次，但是妈妈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有人看到了汉龙，然后呢就跟他的妈妈讲啊，你们家的儿子是不是温汉龙？妈妈看到他了，才跟他联络，才找到他。妈妈其实也找他找很久，然后爸爸呢也突然觉得有这个儿子很骄傲呢，所以呢也跟他联络，所以现在可以天天跟妈妈讲电话了，对不对？可以，可以哈。有没有开心一点？有。然后呢，大概几天跟爸爸讲一次话？两三天。两三天，而且爸爸会现在跟他讲唱歌要怎么样有技巧哦。以前都教他买酒，现在教他怎么唱歌。哎呦，所以呢，站在这个舞台，他仿佛就因为这个舞台，把爸爸妈妈的这个感情凝聚了。他因为来参加比赛，他有了爸爸妈妈，所以你说这个舞台对他重不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上次撞墙他会哭成那样子，是因为他好怕好不容易凝聚起来这感情会没有了。我们在这边要呼吁汉龙的爸爸妈妈还是每天要打电话好不好？ 好，不管你的成绩如何。谢谢。